向你保证，我能保孙家，设下平安。但你愿不愿意助我一臂之力？孙儒不仅亏空国库，更勾结北凉走私盐场。传朕的旨意，斩首示众。公主什么时候开始与周家合作？孙云浅自尽了。陛下也想网开一面，若不是有人从中作梗，我定要人不诛，我血债血偿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灼灼风流。